有关要如何预防口腔疾病，除了要养成良好的口腔习惯，更要选择合适的口腔保健产品。更重要的呢，是要定期回诊，饮食控制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会为您分享一个个案。尤其是妈妈亲手做的手冲无糖黑咖啡，哇，太香了。啊，对了，小婷，你今天期中考是吧？嗯，对啊，今天考国英数。我快来不及了。小婷，爸不跟你说过了，吃东西啊，嚼慢一点，要跟爸一样。好啊，我先去上学哦。哎，等等，你忘了。你说过吃完早餐要做什么？哦，后来我再来，我先去刷牙。我不但知道餐后要洁牙，我还知道每天至少要刷牙两次，每次至少要两分钟，而且我还会使用含氟离子逆渗 PPM 以上的牙膏。对了，今天下班以后呢，我会到爸妈那边一趟，可能晚餐就不会来吃了。哦，知道了。啊，我先去上学了，我现在都来不及了。哎，过马路小心哦。好。拜拜拜拜。均衡饮食包含六大类食物：蔬菜、水果、豆鱼、蛋肉、全谷杂粮，还有乳品、油脂、坚果类都不可少。那到了职场，有什么要继续注意的呢？让我们看下去。来来来，要吃一支啊！无，我怎么戒条拢无吃？卖戒啊，你无吃？我承认啦，我之前确实食薰啦，啊，我后来出几条叫医生看。医生讲我有牙周病的问题，希望我戒烟。后来佫有囡仔，我惊影响到囡仔健康，所以我才拢改掉回家。哦，嗯。吸烟会影响口腔伤口的愈合，会有牙周病、口腔黏膜病变、口臭等等的问题。尤其是二手烟、三手烟，更会影响家中其他的家人，尤其是小孩还有长者。淡水啊，希望吼卖太食。来几个？不，我戒掉啊。我跟你讲，我之前就是，搁食薰，搁食槟榔，结果口腔黏膜出现白斑。我惊一个呢。哦，我家己检查毋是歹物啊。以后吼，每半年都要检查一次。好了，我来上课。我看改天还是去做个口腔黏膜筛检好了。最好连烟跟槟榔都戒戒掉，还是准备这些无糖的比较安心。
再加上充足的睡眠，口腔健康没烦恼。腔保健，家中长者由于年龄增长，常常会有一口干的问题，容易造成牙根的龋齿；第二个啊，口腔肌力的衰退呢，容易导致有咀嚼吞咽的障碍；再加上呢，他们常常有佩戴活动假牙，会有一些清洁的问题。我们可以继续看下去。异口同声说可以增进咀嚼功能，刺激口水分泌。一。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吃饭喽！哦，三四五六完成。好香好香。儿子啊。这个是我今天早上去市场买你最爱吃的卤肉哦。感恩老妈，感恩感恩。应该的。来，我帮你添饭。谢谢。谢谢。好，今天少吃一点。儿子，你也一碗。老爸。以后煮饭不要煮得这么硬嘛，太硬了啦，对牙也不好呢。我吃一块你为儿子煮的肉啊，这怎么吃啊？爸，你这个假牙有没有去牙医那边做一下调整啊？不然你这个食物怎么咬得烂呢？哎呀，没事啦。要不这样了，我帮你预约牙医，好不好？刚才电视不是说做异口同声操啊，可以增进咀嚼功能，促进唾液的分泌吗？爸，你没事你就跟妈一起做啊。你去。上回牙医教你的假牙清洁四个步骤吗？那当然了，你听着啊，清、泡、修、整。清呢，就是清洁假牙；泡是泡在清洁剂里；修就是在睡觉之前把假牙拿起来让牙床休息，诊要定期回诊。你爸爸很厉害的，厉害。来，吃点水果。我跟你讲啊，你爸爸的记忆力比你们年轻人都好哦。那还用说吗？爸啊，那你记得
下礼拜要。下礼拜当然记得了，下个礼拜要。嗯。要。要看牙医。对，看牙医。Yes, sir. 口腔疾病和全身疾病息息相关，要养成良好的习惯与正确的洁牙技巧，将终身受用。拒绝不良的嗜好，饮食均衡，少吃甜食跟含糖饮料。牙医师公会全国联合会提醒您，有空要常做我们的异口同声操，提升我们的咀嚼吞咽力，健康长寿，吃饱你哦。